我是雷车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哈哈姐牛油蛋糕。把蛋黄和蛋白分开，插入蝴蝶棒，倒入蛋白，四分钟速度三。第一份30克糖粉，1分钟时投入第二份糖粉，2分钟时加入第三份，速度转去3.5。把打发的蛋白取出待用，加入了牛油和最后一份的糖粉。30秒速度4，把牛油打软。插入蝴蝶棒，5克的维尼拉，40秒速度3.5。从蛋粉中加入蛋黄，70克牛奶，200克自发面粉，10秒速度2。最后才加入打发的蛋白，30秒速度2。稍微的做出花案，用 bake mode 或者 steam bake mode 150度55分钟，记得放黑夹子哦。这款芬太式的哈哈姐蛋糕呢是非常丰容，希望你会喜欢哦。